惨嘛！上好一点给我灰啊，老公，你有要求吗？放心啦，我不来接。二妹，洛阳站吧，有事上无？无啦，啊，拄只这电话崩掉，家在是算员发现紧，我才无代志。嗯。算员，多谢你救人妹。无啦，真的不然的是我应该爱走呀。啊，我是讲，诶，查甫诶，看到查某有危险，本来就应该出去斗三工啊。可再讲，人美是我的朋友嘛。人美善缘，友谊无限大，对吧？对啦，友谊无限大，善缘，多谢你，多谢救我。人美，以后这小可代志哦，就莫麻烦别人啊。为保护你，又是我的责任，以后我会甲你看，定定袂让你受伤啊。同好咧吃醋啊！同好诶，你想要甲人美黏条条，你着较拍拼呀。公司爱趁钱，才有才调求婚，嘛会当切去人美，敢毋是？像讲我饲袂起的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人美的感情是真正少好诶，就算讲伊甲我做伙，干那会当食红豆面包，伊嘛感觉足欢喜。子婷，我唔知影拄只盛源哦，是毋是有去受伤着？你还是带伊去饭店医护室检查一下较好啦。多谢关心，我无代志。同学啊，人美甘愿对你食苦，那是伊的选择，无代表你当安尼就满足啊。而且只有红豆面包敢袂用的，又过垃圾啦。安尼啦，看恁俩的交情，我补一条给你。阿妹。先听我讲煞，你知影病院的医药物资配送嘛是得大饼。卡叔讲你的冷链有够好，会当通过食药署的认证，你的豪杰物流嘛应该发展够较好，是不是？免你甲我讲，我嘛知影。知有啥物路用？你的公司即卖规模够不够大？所以我才在讲啊，你爱够较拍拼的，那才有法度让人民过好生活。哇，这你放心啦，这方面我嘛有咧注意啦。对，我前年清风物流啊，因为咧加强冷链的设备，就是为了要进出医药配送这方面啦。啊，听讲最近哦 ，A 周转哦无法度啊，想要卖掉无得靠。林刚，阮豪杰物流就甲卖落来，到时阵阮豪杰物流就愈来愈多。那呢，我来替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是无办法放心，咱先去看卖你有受伤无？惊！喂！哎，啥？你莫听盛源伫啊！好啦，我知啦，伊拄仔为咧符号，迄个就是美嘛，后边迄个无限哦，啊，过来，迄个拍就是盛源的源嘛，原来哦，你的提款密码会用边周率，就是迄个原因啦。嗯，不是啦。是。我本来迄就是盛源乌白话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迄就盛源的源嘛，迄个圆周率迄个拍嘛，圆盛源的源嘛。早上。你莫阁食醋啊啦！啊，迄都细汉乌白话，而且你若想要知影啥，我拢愿意甲你讲啊。哦，啊，你敢要伫咧即马交算者？当然嘛，爱算我清楚。严先生，你今仔日烦恼照上好诶，饲袂起高人美，就烦恼高人美过了无好着无？那这你要得心。郭大人，冤枉啊！我是看你同好在吃醋，才跳过来冲你啊！感谢你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你袂烦恼我爱吃醋。哎呦，我的老婆大人这样爱我，这样爱信任我，搁有我满满的爱，哪会吃醋呢？女人都是小心眼。我会吃醋，赵先生，我的提款卡密码哦，早就要改做咱的设计啦。你敢每天还阁继续吃这种陈年老醋？算我唔对啦，是的。阿伯，我要哪做？我的老婆大人在干嘛？
着观望的星星糖喜欢那表示啊。我看人美甲子婷都食些泰上好，还佫有圣源抹护唇膏吼，你弟们应该拍摄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老公，咱嘛来抹护唇膏。哦。大家感情拢最好诶，真好真好。好啦，我上好的兄弟姐妹啊，恁大家较赞赞诶。今天最佳男女主角是我跟宇飞呢，你们不要比我们闪哦。那呢，最佳男女主角你嘛进不来呀？哦，好难听哦。我比来大姐夫，我跟宇飞结婚了后电话你啊，到时阵得看你表现啊，别让我大姐看我蛋吼。高天耀，啊，我那代志，什么时阵轮到你来讲？想讲你拄只甲我创治啊，嗯？是讲哦，我当然嘛有我的规划啊。啊，这同好呀，应该是惊讲哦，伊的事业阁无稳定啊。啊，伊想要慢慢来计划，啊，不过安尼人美要不麻烦啊。哎，盛源，你莫阁讲别上好啦。啊，伊拄只毋是有讲啊，若是清风物流要卖哦，伊就会甲买落来，我嘛一定支持。哦，人美才看上侪啊！伊竟然敢开嘴哦，就表示伊有准备。老公，你爱对尚豪放较尊重诶，因为人美是我阿姊，你以后爱叫尚豪一声姐夫，你会袂分上侪。干嘛呢？我就是看吼，这大家气氛遮尔好啦，讲生笑啦。来，放个心来哈，我祝福你，卡扎买条清风物流。同学，想袂到你的消息这么灵通，最近业界确实有传出清风物流因为周转不灵，想要卖风险，你都动脑筋想要去买？买变都要做功课啊。不过你即卖资金绝对是无够的，为滴人美人心这么亲，以后咱是一家人，过去你的豪杰和你哥，我甲你投资。你占六成，我占四成，主导权还是你的手头，安尼你就有资金，然后把清风物流买落来。多谢你的好意啦，啊，不过豪杰的名是人美好的，嘛是我头一个事业，我就想讲哦，想要靠我家己拼一个成绩，让人美看，无想要靠别人啊，歹势。同好，紧来结束看。安尼，你是要安怎拼？事实就放得干净，你即马资金就是无够。你这只小鱼是要安怎把大鱼吃落来？豪杰即马生意是愈来愈好啊！啊，一零哥豪杰哥迄边哦，嘛是做甲袂歹。啊，佮有万代啊，佮酷乐迄边红酒的配送，一直拢真好。所以我认为哦，豪杰即马体质啊，佮有前瞻性，拢袂歹，去贷款应该是无问题。唔过，总共一句，我即马就想要维持豪杰的独立性啊。既然你拢要到银行贷款，白白是借钱，是安怎无爱用我的资金？看起来你是无把我当作是亲人。不过你即马甲人美还未结婚，即马看起来，你较亲像是一个外人。我就无迄个意思，无迄个分别心啦。算好，正燕伊无这个意思啦。啊，而且今仔日是天佑伊结婚日子。咱先别讲公司啦，好不好？就是讲啊，因有家己的规划嘛，而且同好变作是我的姐夫嘛，是早晏的代志。
你看他遐尼远要创啥？行啦，陪我去洗手间。放心啦，我袂放伫心肝内啦。今日足多人甲我讲哦，爱较拼的，才有法度给人民较好的生活啦。啊，我就想讲爱徛较稳的，安尼啊，我才敢甲人民结婚啦。讲话遮尼酸，我敢有遮尼现实？啊，当然唔是啊！你若真正遐尔现实，哪会跟我做伙？其实这是我对我家己的目标啦。真好啦，少年人哦，较拼是对的啦。安尼以后唔才有许才调啊，把许家庭事业啊做一遍，拢甲担起来，对无？你这想法正办呢？所以我听讲清风物流要卖哦，我就想讲啊研究一下，我对较有机会，会当试看卖。啊，清风物流这件代志啊，我哪有听过？这间公司的体质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你目前的资金你要甲借起来，应该不够呢。我想讲，我会当申请创业贷款啦，应该是无问题。你要贷款，敢毋是会冒险啊？而且以后要还钱压力个足大呢。人美，啊，你真正支持伊决定哦，你拢唔惊伊会了钱？三号伊要拼啊，我当然支持伊梦想啊。好啦。既然哦决定啊，着手牵的，手起紧解，大大步向前行去啦。其实讲起来哦，我感觉恁两个即摆已经有红啊无面啊咧，而且还佫发到安尼共甜共苦，佫互相我都斗扶持啊，即摆着敢若差一张纸尔嘛。多谢总裁啊，我一定就认真拍拼，摕到结婚证书一定纸。你是讲啥？好啦，你若真正决定啊，要甲迄清风物流买落来哦，安尼你无需要去贷款。我真少你啦，至少啊，我会当卖收你的利息，安尼以后你要还钱啊，压力就较小啊。爸竟然想要真心痛苦的，把清风物流买落来，拢无想过咱家己冒千里物流，是安怎爸无爱鼓励我，继续对我发展，这想要无公平啊！好啦，啊无恁生意无用啊，我哪来去化骨安呢？好，多谢总裁，拜拜，再见。你人敢是郑燕？哎，说出去，先来看看我较要紧啊。